Hello, Cena Music 的所有的网友，你们好，我是林峰。那今天很高兴呢，可以出席新城国语力的这个颁奖礼。那也很感谢真的所有的歌迷的支持，那让我可以得到两项奖项。那我希望，因为今年其实也是我第一年出我自己个人的首张的国语专辑，那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希望往后的每一年吧，都有机会可以有很多新的歌曲可以给大家听到吧。真的，其实等了几年，真的终于今年就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一张国语专辑。那里面其实里面也有一部分的歌曲是以前的一些粤语的改编。那但是希望接下来，我希望接下来，其实这一张专辑，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团队，很感谢邓志伟啊，很感谢庄东新啊，还有所有的很多跟我有机会在这张专辑真的一起合作的所有的音乐人。那我希望接下来下一张的国语专辑可以跟更多不同的一些幕后的制作，或者是一些目前的一些歌手，希望有一些 crossover 吧。谢谢。最近其实在刚刚就开完演唱会，那接下来就是。因为演唱会之前刚刚也出了一张我第五张的粤语专辑，那现在也在开始要宣传这张专辑了。那但是到10几号开始要去到内地那边开始要拍《杨家将》这套电影，那而且9月份可能有《白蛇传说》的这套电影的一些宣传工作。那我相信很快应该接下来几个月都很多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吧。